各单位注意，密蹲到左蹲到脚点，立心住靶。三副蹲下，过去，快打！你已经被警方包围，立即弃械投降。已经爆发了，开干！证实是在逃疑犯徐康，死亡时间在昨晚3点到5点。攻击犯王新仁和徐康因分赃问题发生冲突，将他割喉杀死。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凶手，将他绳之于法。你就要做爸爸了，什么都别管了。不如我们先躲躲，兄弟两条命就这么算了，珠宝不要了。我有事要出去，早点回。把事情解决，睡个好觉。